当初就用大米那一位，可惜没来得及好好欣慰，各自跟随时间向前推，到合适的地点再次相会，看到马曾经的全部依偎，一直是隔了有一百层壁垒，没关系，不必戴着假面具背，给你重新认识的机会。好习惯簇拥在周围，隔离的人声停飞，管他转眼我是谁，反正你我最相配，肩膀牵着那位不惜模糊暧昧，与你再会就切成玫瑰，刹那眼神交汇，彼此隐藏着如今依旧纯粹。当初尚未成名那一位，可惜没来得及好好欣慰，各自跟随时间向前推，到合适的地点再次相会，看到马曾经的全部依偎，一直是隔着有一百层壁垒，没关系，继续早已多次反馈，给你重新认识的机会。好习惯簇拥在周围，隔离的人声停飞，管他转眼我是谁，反正你我最相配，身旁牵着那位不惜模糊完美，与你再会就切成玫瑰，刹那眼神交汇，彼此映照着如今依旧纯粹，把剧本尽情发挥，继续讲述过程不完美，要让故事走向隐秘的相配更珍贵。先用一生升温气氛做点缀，不如就一起沉醉。管他转眼我是谁，反正你我最相配，身旁牵着那位不惜模糊暧昧，与你再会就切成玫瑰，刹那眼神交汇，彼此映照着如今依旧纯粹。